如今邺城已破南皮，古安恐怕也保不住了。袁夫人说的对啊，您真是洞烛先机。我家主公一向是胸怀宽广，袁夫人如果能去南皮或者固安劝你家儿子早早的投降，那我想我家主公他一定会网开一面的。休想！曹安门今天破我邺城，我无话可说。我想总有一天他也会被人挖坟掘墓，暴尸荒野。住口！敢再胡说，休怪本将军对你不客气。不用你对我不客气，也不用你假慈悲放我们一家，请你们转告真儿，如果他要活命，就让他好好顺从曹安瞒吧。至于我，没脸独自偷生，弃我丈夫而不顾。好一个贞洁烈女，想不到袁夫人个性如此刚烈。可敬可佩啊。既然如此，徐将军，在你先将这些妇人都带出去，我命人将袁夫人抬至后堂，看主公如何处置。诺。走，起来，走，起来，走。慢着，袁夫人之死不可声张，否则有什么后果，你们自当知晓。带走。走，排长，走。来人，把袁夫人抬下去，把大厅打扫干净，待我禀告主公以后再做定夺。诺诺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消息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方才华大夫在角门外告诉我说，那曹阿瞒遵从了小姐的意思，把袁家的妇孺都放了，还给了他们银子，送他们出城去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婆婆呢？他们派专人把老夫人送回袁家老家了。看来这曹阿瞒倒是言而有信，只是不知道他心中藏着什么诡计。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让他得逞。啊，紫嫣，我有点饿了。小姐听了好消息，竟然知道饿了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传膳。
三公子，多谢，奴婢告退。脱胎换骨笑面真，巾帼英眉瑟瑟心，你不尽定会感谢有心人，有心人。小姐，洗洗手，准备用膳了。紫嫣，你过来。有什么事，待会儿再说吧，先洗手。坐下。自你跟随我以来，算一算，也有十几年了。你与我相依为命，可如今兵荒马乱，居无定所。小姐，好端端的怎么又说起这些伤心的事情？眼下曹家的大公子、三公子，他们对我们毫无恶意，反而对小姐的照顾无微不至。小姐，你就别想这么多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阶下之囚，命运难卜。紫嫣，这是我母亲在我来邺城的时候给我的陪嫁之物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小姐，这怎么可以？我是一个小丫头，怎么能……就因为你是丫头，所以才没有人注意你。帮我好好收着它。小姐，别说了，听我的话，好好收着它，也许将来对你有用。我们一直得到三公子的盛情款待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我写了一封信，对他聊表谢意。你现在帮我交给他。紫嫣，小姐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只是想好好的看看你，你越发的秀丽了。小姐怎么调侃起我来了？小姐才是第一大美女呢。
子嫣，有什么事吗？小姐命我送信给您。信？为什么？啊，小姐说这段时间蒙三公子照顾，特此表达谢意。给。姐，你醒了，蜜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姐，蜜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忍心丢下紫嫣一个人呢？小姐，蜜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三公子。
何必救我？何不成全我呢？不，我不会让你走。如果蜜姐非要走，紫千月陪着蜜姐一同走，绝不让蜜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。小姐，请用。喝吧。三公子，小姐刚睡着，能吃能睡，我就放心了。紫嫣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若不是三公子，我家小姐恐怕已经……三公子的大恩大德，容紫嫣叩谢。紫嫣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你对蜜姐尽心又尽意，日夜照顾未休息，应该自荐谢谢你，蜜姐心有你相依。小姐为将紫嫣当婢女，相依相持又何其一时在心，紫嫣身寡义，只怕冒犯公子你。何时尽管对我语，因何关心女钗裙？日来牵挂也不轻，还为小姐泪不停。这，恕紫嫣大胆，公子若不方便说，那是无不可对人言。其实我只怕说出难相信，时常梦见一女神，夜沉初会你见面，竟似梦中的佳人。是真的吗？我家小姐也常做梦，她对梦中人的形容也像三公子您。我？嗯，真的，蜜姐也梦到我。紫嫣，蜜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这些天让三公子担心，且深深感不安。蜜姐何出此言？
只是蜜姐别在，在胡思乱想，子健就高兴了。对了，我去吩咐他们做些好吃的。小姐，你看，三公子又送来了参汤。小姐，你终于知道照顾自己的身体了。我是无法拒绝三公子的好意。哎，小姐，你梦中人是不是三公子？自从叶城被迫，我好久都没有梦了，哪还记得这些？对了，小姐，不知道三公子会不会将小姐的事告诉曹阿瞒？三公子为人谦逊守礼，他绝不会泄露出去的。小姐似乎对三公子很是了解。子嫣，你别忘了，他对我再好，终究也是袁家的仇人。那小姐今后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后小心，卑职在。袁夫人安葬妥当否？尊主公命，已将她安葬在南边墓园。那袁绍与我曹某人也算是有交情，他的夫人自当厚葬。对了，陈琳，你安置妥当了吗？回主公，已按照主公之吩咐，将他安顿在听雨轩内，好生休息着呢。好。只是主公胸怀大量，可他至今仍然桀骜不驯，有些时候还会随口骂上两句。依属下之见，对待这种迂腐之徒，还不如把他。贾大人，臣在，你有何看法？回主公，臣以为此人素有才名，又以撰写檄文见长于当今之事，主公若对他不究既往，能够将他收于帐下，既可多得一人才，又可得民心呐。那么是该留着了？臣以为程大人，久久不言，有何高见？启奏主公，臣不敢自称高见，但臣常听说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呀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只老虎如何伤人。
启禀主公，众夫人的座驾已到邺城。快迎。你们两个，大公子看到三公子了吗？没有。去找找。诺。跑哪儿去了？真是的。大哥。三弟。大哥。母亲呢？哼，还说呢。父帅派人找你去接母亲，到处找不到你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膳房，吩咐他们做几样东西，帮蜜姐补一补。蜜姐，是甄姑娘。她怎么了？为什么需要补一补？她，哎，没什么，只是染了风寒而已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刚从她那儿离开的。怪不得到处找不到你。大哥，我现在去见母亲，你去看看蜜姐吧。嗯，快去吧。哎，哎，那我走了。嗯，走吧。真是个小孩子。小姐，紫嫣，什么事？小姐，听说曹阿瞒的家眷已经进城了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在这两天进城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仅这样，而且陈林先生也被抓了，就关在房间里。真的吗？嗯，是真的。陈叔父不是骤骑义军在暗处抵抗曹军吗？怎么会被抓呢？这么说，袁家想要复城，真的无望了。甄姑娘，子桓求见甄姑娘。小姐。大公子，我家小姐她身体不适。哦，我听说甄姑娘感染风寒，我才特意前来。请开门。紫嫣见过大公子。哦，免礼。姑娘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三弟只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甄姑娘，我去叫大夫。不必，我的病已经好了，不劳大公子费心。哦，这样也好。我这里有一些人参，还请姑娘多服用一些。还有，我特地为姑娘精心挑选了一些绫罗绸缎，给姑娘做新衣服。既然我的病已经好了，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。何况
我是阶下之囚，做什么新衣服？甄姑娘，多日不见女，婵娟，玉容亲剑眉，红颜少新年，心头乱，退思岂不太难堪。小姐闻听陈先生之事，心情不好，却对他发了脾气，也难怪他会拂袖怒冲冲而去。大公子的运气却没有三公子的好。子健还不来啊？是啊。老爷，怎么这么久还没见到子健？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夫人呢？除了子健，没别的儿子了？我……是啊，娘，我也是您的儿子。我说二弟，你就不要吃味了。这一年来，娘在兖州，哪一天不是惦念的三弟呀？娘。娘，子健，娘来了，子健，娘，子健，孩儿，拜见母亲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让娘好好看看你，这一年不见，你好像长高了，呀，怎么好像瘦了呢？哪有，娘。倒是您好像瘦了一些。我好了好了，我看是娘心里掉出来的那块肉又长出来了吧。死丫头，就你会贫嘴。子健，你与母亲许久未见，你们好好聊聊吧。子文，父帅，备下酒菜，为父一会儿要去听雨轩招待贵客。诺。孩儿，拜见父帅。子健，让娘好好看看你。娘，孩儿想你想得好苦啊。我也好想你。不但娘偏心啊，就连咱们的三公子眼里也只有母亲一个人吧。怎么会呢？为弟参见姐姐。哼，没诚意。姐。姐姐疼怜傻小弟，怎不心存感激，因寡一年未相见，
更加出尘与峨眉娇滴滴。你呀、一年不见更会说话了。哎，三公子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呢？可不是吗？我们呢？是呀、就是。您看他呀。紫笺白笺中一娘，公主无忧永安康，今后也曾常聚首，一家欢心乐悠悠，乐呀悠悠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三公子啊，不但长得俊俏，这张小嘴儿也越来越甜了。是啊，是啊，甜着。哎，五爷，五爷，哎，你呀、是不是长高了？我当然长高了。你怎么感觉好像变壮了？有吗？哎，哎呀妈！孩子，快起来！陈先生，请坐。陈某怎么敢跟大将军平起平坐呢？陈先生言重了，不必如此。来，坐。陈琳谢过大将军。先生，共饮一杯。啊，大将军如此之胸怀，真令陈某愧感羞惭呐。想我陈某昔日奉主公之命写下了千字檄文，昭告天下讨伐大将军，未料今日却落入大将军之手，蒙大将军不杀还引以款待。陈某真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像大将军如此胸怀之人呐。来，先生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休要再提。只是，先生，你骂我曹某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连曹某的父祖辈也一块骂了呢？这。陈某，陈某，我。玩笑，玩笑而已。先生，无需介意啊。来，来，本将军也敬你一杯。陈某何德何能，劳大将军如此之款待。这，先生，方才这杯酒，我曹操
敬的是先生对袁绍的忠义。深深看